好吃。要咬住哦。专业的群众就好，就是那个不用他这样子。你看点了那么多学生，不跟他选来找，找专业的群众就好了，而且他们会更专心。哎，搞得这一点，如果其实都好，那当专业群众我也行。就是往里钻。可是很多说你学校当初的学生，如果你是一个像公务员那种学生，他会比较学生老师们的需求。对啊，很坐在心里的，就是决策跟那个。
觉得很难很难培养，因为我觉得要培养，因为只有代班，我就觉得代班又兼职，办这几个位置。嗯嗯嗯嗯对啊，出纳或者事务，事务啊，对对，是那种财产点，刚才讲的那些，真的很可怕。对，比较还好，这个东西，还有这些故事。对啊，这个东西，出纳刚才，很好硬哦，好累哦，我已经连续第六标了，第六个。真的快车的，我是狂飙啊！你怎么没有准备打一下？我才刚上，两个我要看一下小红下面，因为觉得很精彩，超强，应该是。饮料是哪个？谢，我是黑糖奶昔，我拿的，非常壮的。不这么好，还有真的，谢谢，这次太感动了。好幸福，这杯子看起来很好喝。对啊，没看过这么可爱的。可爱的杯子，看起来就可爱。两个教练加油！快点看，哎，大力，不是那么厉害。因为他七月中，好的。